萌翻。蔡依林用 APP 画眼线，甜不辣手手意外曝光。蔡依林上周末举办歌迷见面会与粉丝同欢，而当天早上她在脸书分享一张自拍照，结果引来粉丝热烈讨论，还有人觉得照片里的周武令看起来像小贤。30日蔡依林还在 IG 上曝光一张素颜照，只不过这次她用了手机 APP 自画眼线，穿着睡衣的她还摆出捧雷猫咪姿势，许多网友看到照片直呼美到犯规，祖贤帽小阿姨逆龄。有趣的是，许多网友发现蔡依林的手似乎非常厚实，还有网友说甜不辣的手手很萌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可爱，姐姐那是你的手。